살아해요. Hello 大家好，咁啊阿 Ken 咧就今次话玩分唔分得出百事同埋 Coca Cola， 咁样喎，咁我觉得其实我一定分到嘅，一饮就知啦。我好少饮百事，真系少到一个食 K K 咩咩咪成日都百事 ，K 咩咩 ，K 咩 C 又咪 K F 咩嗰个，系咯系咯 ，OK， 就饮到嘅。咁啊，你讲到自己咁鸡，挑战你先啦。好啊，嚟啊，遮眼同呢个。好，因為其實我就算咧去嗰啲麥當勞啊咩嘢咧，我都係叫雪碧啊，叫忌廉啊，叫橙汁嗰啲人。竟然係咁樣。我對可樂唔知點解咧，我覺得太普通，嗰陣味好普通。啊，你唔好偷睇啊！我冇啊。嗱，為咗你個肚腩著想，我斟少啲啊。我斟少啲好啊，因為我揀汽水其實。點啊？得未？我講俾觀眾聽先而家。好好好。嗱，呢杯咧就係百事嚟嘅。O K。這一杯呢就是可口可樂來的，要去百事，要我可樂，行，好，揭了，揭了，看色先，這杯 A， 這杯 B， 這杯淺色一點，不過其實差不多，色就差不多，你喝 A 先，你喝 A 先，為什麼這麼像伏特加那些感覺，伏特加是這樣的色的，不是XO那些，XO，白蘭地嘛。這個多氣一點，這個 A 的，這個多氣一點，喝一下，嗯，氣來的，全部氣，全部都是氣的，這麼淺，哦，B 啊，這個，你猜誰是百事啊，A 還是B是百事，有氣的，其實你喝下去都，是啊，有氣啊，陣味，這個好像甜一點，A 還是B是百事啊，這個熟悉的味道，這個應該是可口可樂，這個就是百事可樂，對了，都一定分到，說真的，yeah，其實很容易分到，對，其實味道是很不同的，是非常不同，所以觀眾其實易分的，那你不用了，你想不想試試挑戰一下？不用了，完了，拜拜，完了，不是，真的很易分的，兩種味道不一樣，完了，拜拜，完了，拜拜。拜拜。